若仪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对她来说一直都是明星中很能生的妈妈。而且林志颖也从来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，反而有更多的孩子还是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，其中有很多的美好，对大家来说也会感觉很快乐。陈若仪之前晒的照片中肚子有点突出，就有很多网友开始猜测，认为这可能是第四胎的一个征兆，都认为现在她已经怀孕了。但是她给出的回复表示并没有怀孕，自己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，还是有所区别的。网友也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情况，现在结婚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儿子，老公现在还想要一个女儿，如果有个女儿相信就会更加圆满了，所以大家都认为不久之后她可能就会怀孕，这也是很好的时间点，看到她凸起的肚子都认为已经怀孕了，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误会。陈若仪也再次发照片，而且还将凸起的肚子作为了重点，还给大家解释并不是因为怀孕，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吃货，平时吃的太多的原因也让自己感觉很意外，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，对他来说还是很不一样的。林志颖之后也给大家回复，确实是一个误会，其实自己和老婆反而希望是怀孕呢，如果有好消息的话，相信自己第一时间就会和大家分享这些快乐的，因为对自己来说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了。目前也有网友认为他现在的作品越来越少了，其实未来可以努力工作，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新作品，粉丝量一定会更多一些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现在他可能很多时间都用来投资，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来陪伴家人，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个状态中，生活中也不缺钱，有很多的时间，自然生活得很潇洒了。他的生活应该是很多男孩都很羡慕的生活，事业上很早就很成功，之后也是非常的努力，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，拥有优秀的成绩，而且还有自己的爱好，在跑车方面做得也很好。